同学们，你们知道铁碎牙吗？铁碎牙，那可是犬夜叉的武器，威力可大。啊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其实我是犬夜叉的后代，铁碎牙已经被我们家族守护了几千年。现在我们要选一个新人来守护，今天我将通过一个选拔赛找出这个人。我停！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既然你们都想做守护人，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个比赛，谁成功了谁就是守护人。什么比赛啊？挑战不开瓶盖喝可乐，谁先喝完谁就赢。嗯，好了，开始吧。切记，谁开瓶盖谁就输了。这要怎么喝呀？铁碎牙可不能被别人带走。不开瓶盖喝可乐，那我把瓶底剪开，岂不是就能喝到可乐啦？拧瓶盖喝可乐，如果他们都淘汰了，那铁碎牙岂不是我的了？小文，你干什么？没干什么呀，我这不是帮你们的吗？猜一猜，老师。小文破坏游戏规则，出局。小心美丽瓶盖开了也出局，大圣就是你一个人了。我早就想好办法了。哎呦我去，赛赛老师，我是不是完成任务了？嗯，不错，大圣是最终的胜利者，我宣布下一季守护者就是大圣。点击下方抖牙视频关注一下呗。